我们要在城市里面买房了，知不知道？以后你就是城里鹅了，你也是城里鸭了。今天我们是去城里面看房，知不知道？哎，走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年代没有钱，你和谁都无缘。亲戚朋友把你嫌，人生这几十年要努力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人啊，把你来看遍，不怨命，不怨天，奋斗路上艰，不负此生，来世上兜一圈。你带我两个小朋友来了，等你好久了。哎，来了。走，我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好。大白，这边过来。点家们可不想好人的。日子一天一天，光阴就是一年，要靠自己去改变。大白进来不怕啊。莫浪费时间。心里若有梦，那就一定会实现。等一下要坐电梯啊！哎，不要吵，小声一点，进来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年代没有钱。哎，好。哎，对了，以后进城不能大声叫，只能像现在这样小声叫啊。你别笑。不怨命，不怨天，奋斗路上艰，不负此生，来世上兜一圈，靠别人不如靠自己。马上要出电梯了啊，我出去的时候你们才能出去啊。哎，好。出去了，走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莫费钱，莫等闲，莫浪费时间，心里若有梦，那就一定会实现。来看一下这边啊，这边，这边有我们的超大阳台啊，超大阳台这边适合小朋友在这里玩啊。大白，过来。大白，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？以后这个阳台就是你的嘞啊！以后是城里鹅，要文明啊！这个房子怎么样？这个阳台这么大，特别适合两个小朋友这里玩。这个阳台有多大？有30个平方。我再看一下，我再考虑一下嘛。嗯，行。大白，这个阳台可以吗？以后在这里给你建个游泳池啊！哎，我们再看这边，你看，过来，看这边。哎呦我的妈！
可以看整个县城哦。大白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厨房，这里以后要放大铁锅。哎，放大铁锅啊！哎，好啊。贱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